Hello， 地精狗，畜生地精狗，他问我锁这个干嘛？哇，起手天狐三地精，他妈你不锁？嘿、hey, ，三地精，伐木机，嘿、hey, ，爽啊！大家都要出去喽。哎、hey, ，小斧头，小斧头怎么样啊？遇到我三地精，怎么打不赢？我伐木机怎么倒了？那、欸、为什么我伐木机要倒啦？三地精，嘿，舒服。太神啦！看到没有？这才是锁下去强的地方啊！不会玩就安静，蓄精卫士，嘿，要赢喽！躺着都会赢，太舒服了。不会吧，我要输吗？哎，不可能吧！要屌虐、欸！哎，谁撞到我谁倒霉。怎么竟然有影魔啦？我靠嘞！不会吧，我要输吗？二星森林卫士，扛住！哎、欸，赶快发烧啊！快死啦！快快快！啊，输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有影魔啊？我操嘞！哎、欸，不一定哦，这次是……好、哦、但没有，这次是大幕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滴一滴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这样算我赢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又有闪电幽魂啊？我干嘞！哦，这人真是畜生呢、欸！他们是一开始在洗啊，拿两个菜鸡啊，不会玩啊，还是要死？哇，二星发条祭司，二星修补匠，哎，我操嘞！看这人怎么那么猛？到底要不要给我德鲁伊啊？我去你妈的嘞！二星伐木机，开锯，我伐木机还吃到 buff， 嘿嘿，开瓜，舒服啊！为什么找不到德鲁伊啊？谁他妈在这边抢我的德鲁伊？干的故意的是不是啊？看这臭狗哎、欸，他故意的、欸，这家伙，妈的，一堆刺客，然后他妈的捡我一堆他妈德鲁伊去那边耍白痴哎、欸，我操！妈，这几个狗又没有玩德鲁伊，他妈拿一个先知干嘛啦？就这样是不是啊？操你妈的嘞！这几个是傻逼是不是啊？这抓杀小，不会吧？我二星影魔还会输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是这个了。我想说，他妈直接上船冲那个奇怪的地方。哇，利爪德鲁伊耶，太神了吧，爽啊！怎么下去靠背哦？我他妈阵容这么猛下去，你认真？谁呀？怎么那么快就有干扰者啊？这一把至少前三好不好？他妈的，这么猛的组合，你跟我说下去？欸、靠背，忘记啊，忘记把这个往前丢，完了，不会吧？熊叫出来，熊叫出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还好熊叫出来了，哎、欸，在很久大熊以前，太神啦，大熊，东西啊，啊，干就忘了十五回合了，他妈的忘记互换啦、啊，操你老师的嘞，没关系啊，还好我够猛啊，哎、欸，不用怕不用怕，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抓不到德鲁伊啊，快受不了嘞、欸。哇，好痛哦！我突然闪电幽魂已经二等啦、啊！哎，全部都二星的，这怎么打、啊？哇，这快扛不住了哎！操！哎，为什么他妈连那个小鹿都找不到啊？
是有人要死了没啊？那个一直跟我抢地基的那个是要死了没？先知，给我先知，拜托，先知，先知。耶、yeah!。超级大树，几倍了？几倍了？几倍了？三星大树，妈的操！你干的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有刺客仔啊！我操嘞！啊，你赶快滚下去好不好？还在玩什么六刺客？下去喽！欸、为什么都这么烂呐、啊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呐、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哇，怎么又有直升机呀、啊？我干嘞、欸！我扛不住啦，东西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扛不住了。哎、欸、嘿啊！我不知道丢哪一只下去啊，干！还是把伐木机丢下去的，奇怪，我没有三四次吗？我们就有三四次啊，为什么我感觉我的人都不会吸血啊？德鲁伊大军，三星大队来了，妈的，干没办法凑三四次哎、欸，那位置好卡、啊。哦，给错！啊，完了，我忘记这个啊！哎，秒杀！民团大绝可以干嘛？哇，最大生命比例的伤害，看起来超猛！哎，哇，真是太猛啊！我海军连船都开不出来就死了、欸。欸、他作弊啊，这谁作弊？哦，巨魔战将可以吗？巨魔扛住！哦，扛住了，扛住了！我操嘞！我海军躲在这旁边，招开不出来就死，真开不出来就死了，好扯！为什么又是他、啊？这么连续两回遇到他是怎样啊？巨魔丢起来，巨魔丢起来，丢起来，丢起来！可以可以，巨魔可以的。哎嘿，赢喽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利爪德鲁伊啊？奇怪，到底是谁把我利爪德鲁伊扣走啊？快快快，这两个快要下去了，送你们下去！来来来，巨魔扛起来了！欸、我作弊哦！我那一剑怎么那么痛啊？这个是他妈的那个这个女的是不是废物啊？操嘞！啊！奇怪，德鲁伊是都垃圾啊！三星先知跟三星他妈的那个女妖怎么都那么烂？